运河文化属水系文化，沿岸随水而生的文化是千百年人民的生活娱乐形式，催生润泽着各种艺术的发展。运河音乐文化在运河的贯通中不断交流、发展、兴生，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大运河畔的民族乐器以及音乐作品。民族乐器可以分为四个种类：吹奏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这节课我们将着重讲解吹奏乐器和拉弦乐器。第一件乐器是尺八，尺八是古代中国传统乐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竹制，当今为五孔，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其音色苍凉辽阔，表现出空灵恬静的意境。在中国的隋代和唐代时期，尺八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乐器之一。《新唐书·吕才传》中就曾记述过尺八。吕才是山东聊城高唐人，尺八就是由他地名致律的，后来传入日本，目前在我国非常流行。我们聊城大学刘哲老师就研究尺八，他创编、演奏、录制了很多和聊城文化、建筑和风土人情相关的尺八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哲老师演奏的尺八曲《归》。中日两国的尺八在起源、演变、演化、形制和功能等在文化上一脉相承。这是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08国际尺八大会。目前，尺八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一件演奏乐器和学术研究项目。山东地区是中国竹笛制造发祥地。此图是莒县羚羊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制笛柄杯。山东民间流行的
笛子有曲笛和梆笛两种。曲笛是柳子戏的主要伴奏乐器，独奏曲目也多来自柳子戏的唱腔曲牌。梆笛是山东梆笛、豫剧等剧种的主要伴奏乐器，它的一些曲目与这些戏曲有着密切的关系。阳谷哨是聊城市阳谷的一件吹奏乐器，距今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在1952年，定名为阳谷哨，它从最初的3个孔，逐步增加到了9个孔、10个孔，它能吹奏出包括5个半音的12个平均律的曲子。它的品种由单一雏形发展到现在的12生肖、鱼、鸟、龟、兽等50余种。它在演奏技法上可运用单吐、双吐、花舌等技巧吹奏，它的发音清脆嘹亮，微婉悦耳。辛富春老人还把泥哨捏成12生肖，或在泥哨上雕出栩栩如生的花鸟草鱼以及龙凤等吉祥物，用油彩绘画出秀美的风景，使得阳谷哨不仅好听而且美观。2002年江北水城首届文化旅游节，辛富春老人作为阳谷的唯一传人，为水城人和各地的游客制作泥哨。2005年5月7日，在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的民间绝活大赛上，辛富春老人也现场制作并演奏了阳谷哨，荣获民间绝活金奖的荣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阳谷哨演奏的《百鸟朝凤》。Thank you.
杨古绍作为聊城运河的非遗音乐艺术，还走进了课堂，进行了推广和传播，以完成它最大程度上的传承和发展。主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在一中新校区如期举行。据了解，此次课程邀请到的是非遗项目杨古泥绍传承人辛福春。课堂上，辛福春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有关杨古泥绍的历史传承及相关知识，并指导学生现场学习了杨古泥绍的制作技艺和演奏技巧，使得学生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聊城一中举办的此次系列课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堂内容，增加了学生艺术课堂的选择性，还促进了学生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为推动传统文化在校园普及及传承，以及推进市本土艺术和国家的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杨古绍来源于古老的乐器种类埙，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据考古学家考证，埙产生于史前时代，首先发掘是在西安的半坡遗址。埙是一种用陶土烧制的乐器，同其他乐器一样，它是伴随着劳动而产生发展的。德州埙乐是山东非常著名的埙乐，分为两种，平调派和高调派。这是德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古老的埙乐器，一件是商代泥制双孔红陶埙，高 4.9 厘米，幅径 3.9 厘米，有三个孔，可以奏出三个音。另一件是汉代人面红陶埙，高 4.9 厘米，它也有三个孔，可奏出三个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埙独奏《天空之城》。埙的音色幽深，悲凄哀婉，绵绵不绝，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品质。古人将埙的声音形容为立秋之音，更使我们体会到一幅朦胧而令人神往的艺术画面。接下来，一种吹奏乐器叫篾管，流行于环台、博兴一带的木质吹管乐器，与管子相似，有200多年的历史。
闷子主要流行于鲁西南、鲁中南一带，常用于鼓吹乐队和梆子类戏曲乐队中，音色低沉浑厚。笙，根据形状和演奏方式不同，分为方笙、圆笙、抱笙和排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笙演奏的《茉莉花》。第二大类乐器是拉弦乐器。山东大运河畔的拉弦乐器主要有雷琴、坠琴、错琴、如意钩、软弓壶，这也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项目。2020年，在青岛举办了一场2020山东民间拉弦乐器讲奏会，在这场讲奏会上展现了这五种传统乐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五种乐器的风采。软弓京胡是在普通京胡上安逸特制的软弓，流行于鲁西南和鲁中南一带。琴弓弓杆弧度大，软而富有弹性，弓毛也比较松弛。立弓、错弓最有特色。代表作品《百鸟朝凤》《苔花轿》。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软弓京胡演奏的民间名曲《苔花轿》。Thank you.
坠琴原为山东琴书和吕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后常作为独奏与合奏乐器进行演奏，流行于菏泽、枣庄、济宁一带，后逐渐传入鲁中、鲁北及胶东等地，几乎遍及全省。坠琴为四度定弦，声音清脆洪亮，低中音区浑厚憨美，富有歌唱性，高音区音色清脆嘹亮，富有穿透力，善于走把和各种滑音的运功是它的特色。另外，为达到一种热烈欢快的气氛，运用大幅度的滑音结合连续快速的推短弓的演奏，效果更让人叫绝，也是其他拉弦乐器演奏中极少见的一种技法。坠琴所演奏曲目多来自琴书的唱腔曲牌，如《凤阳歌》《八碗》《天地通》等。请欣赏坠琴独奏《夸山东》。
一种琴头上刻着如意的拉弦乐器。这件乐器性情平和，在山东弦索乐队中起调和作用。我们将通过一个视频简单来看一下它的。雷琴原称二弦、丝弦、大弦。20世纪50年代初，据其形体大、声音响亮的特点，起名大雷，后又称雷琴或大雷。雷琴一般为四度定弦。雷琴艺术被称为模拟艺术，高音区善模仿鸟鸣和小件打击乐，中音区适合表现女声或小孩，低音区常模拟男声或大件打击乐器。著名艺人王殿玉于1916年在坠琴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王殿玉的代表曲目有笙管合奏、鸡鸣犬吠、胜利锣鼓。他收徒传艺，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乐演奏人才，与瞎子阿炳被并名誉为杰出音乐教育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雷琴与阮经湖的智斗。错琴，错琴是一种流传于我国古代的形制独特的乐器。早在4000多年前的商朝中晚期，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甲骨文、钟鼎文中就有关于它的记载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一次非遗普查中，在青州市被重新发现，而且还是有着活态传承的技艺。这使得中国拉弦乐器的历史比西方早了1500年。据说，目前错琴表演全世界只有山东省青州市赵兴堂一家和他的徒弟们。错琴
以五声音阶定弦，低音区粗狂厚实，稍带沙音，中音区优雅柔静，含蓄优美，高音区音质清脆，做拨弦演奏时音色清脆响亮，具有独特的民间风味。请欣赏青州错琴。错琴曾经是一件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已经消失的乐器。错琴是被音乐专家称之为中国拉弦乐器的古化石乐器，既能拉又能弹又能拨奏，其历史可追溯到上千年，极尽绝迹。常奏曲目《鸳鸯扣》《满江红》等，四千年来错琴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传承至今，演奏曲目也因此得以保存流传。错琴艺术具有浓郁的历史积淀、民族风范和地域特色，拥有足够的科学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运河音乐文化研究是运河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文化是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结果。一条奔流不息的大运河就是一部流动的遗产，活着的历史。沿岸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大运河的故事。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史，大运河畔的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展现。音乐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彰显了运河文化的根与魂。音乐艺术与优秀传统文化共融发展是中国民族艺术的瑰宝，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一份鲜活印记。它不仅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还用活态记录的方式让后人认知历史、解读历史、传承历史。